来，大家知道我们的女神雪克甜心，一般他们跳的舞蹈，大家都知道都是我们的热舞，但是因为这一次的第10届太子文化季，所以特别安排了这一次的桥段，跟以往他们跳的风格是不一样，大家拭目以待，再次热情将尖叫声、掌声最高力。 So